老板要一份这个芝士五花肉泡菜卷。好的。什么卖的呀？18一份。可以帮我拿一份吧。好的。嗯，马上给你做。好嘞。哇，都是现包的呀。对，现包现做，现卖现鲜。这用的是猪的哪个部位的肉呀？就是猪，是正常的猪五花。哦，猪五花肉。这算哪里的特色小吃呀？这个是韩国那边的。韩国那边的特色小吃，马苏里拉的芝士吗？对，不是那个妙可蓝多的。加入泡菜，泡菜不用太多，太多会很咸。好的，这个韩国泡菜，我看别人家都是小小一个，感觉你们家这个包起来好大一个，有点大哈。就是大小取决于就是生菜放的多与少，生菜放的多它就显得比较大。这样煎一下要多久呀？差不多要5分钟。好的。背面再煎一下就可以。可以了，你这个。好的。给它挤上一点烤肉酱。好嘞。要一份吗？18。啊，对。好的。好啦，我们这个可以出锅了，底下有生菜，等一下一起包着生菜吃就不会感觉有点腻。好的。其实它油已经煎走了，把两边剪掉，这边有点焦了。生菜是也会吸油是吗？对。好嘞。可以包着生菜一起吃，然后一节节把它剪开。我们这边有照烧酱和甜辣酱，你想要哪个酱？可以双拼吗？可以。好的。一半一半还是拼在一起？一半一半吧。好，两种口味可以体验一下。这是甜辣的泡菜，要不要再来一点？可以啊。对，这个超好吃，很正宗的。